刚刚出城，然后接到队友的电话，小丁的车坏了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又返回城里面，又进城，估计今天走不了了。去看一下什么情况，他打不了火了，他那个面包车。你跑了很远吗？我刚出城。刚出城。啊、嗯。哦、啊。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推不动哎。推不动吗？不是推了，但打不着。一直打不着火。再推，再推。二三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挂挡，别挂啊！来挂挡，挂挡，挂挡，挂挡啊！啊！挂了挡之后，着了之后，立刻去踩到底，踩油门。打着了之后，油门立刻去踩到底，狂踩油门。太牛了！来，一、三、二、一。先别挂啊！挂挂挡，挂挡。立刻去踩到底！哎，哎，你干嘛？立刻去不要放！三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起步，不用着急起步，慢慢起步就不用那么累。来，准备使劲了啊！三，二，一，使劲，使劲！哇！好了，车子现在推走了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又过去排队去了。要去排队，出城方向好堵哦。嗯，那边检查。现在中途到了一个观景台，叫哈巴雪山观景台。这边的海拔呢3068米啊。然后等会呢，我们用无人机航拍一下这边的雪山。现在没有雪啊，但是绿油油的，特别特别的漂亮啊。丽儿又在臭美了，觉得又在照镜子照这。哎呦呦，今天穿那个小西装，乖乖，开心的呀。小丁。现在不要熄火了啊！不要熄火了，不能再熄火了。哈巴雪山观景台。从来就没有开始过，只剩下一只兔子和一张糖纸，另一只兔子去哪儿了？草鱼好钱一斤，草鱼11，十一块钱一斤，搞一搞一条草鱼吧。买完鱼，我们现在继续出发，找露营地。天要黑了，现在这个位置是虎跳峡镇，这边好多卖鱼的哦。
今天赶路到这边找到露营地都很晚了哈，今天吃饭的话又弄得很晚，到天黑好冷啊，我都流鼻涕了。起锅烧油。好冷啊。哇，好香啊。料炒好了，我们现在倒水。先把这个鱼骨头先放进去煮熬汤。那个汤就熬得特别鲜啊。嗯，对。鱼尾巴啊这些。嗯。这个菜买了好几天了，你看都蔫了，都忘记了放在车子里面，还忘记买了这个菜。最近记性不是好，不是很好。不是，更年期了。你才更年期呢你。我也流鼻涕了。冷啊、哎！哇，真的要感冒了，真觉得，嗯，好冷这边。一下就降温了，就是腌一下，把这里面的水分腌出来，然后炒，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小咸菜吧。嗯，小的时候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弄这个菜。这个菜可以泡酸菜哦。哦，泡酸菜的大青菜是吧？嗯，我们那边叫青菜，你们那边不知道什么。这么长啊、哦、泡酸菜，然后泡来做鱼的，就这个、嗯、专门做鱼的、哦，下鱼片放进去煮。切几个小米辣，稍微有一点点辣它就好吃一点。嗯，这个刚刚我们下盐腌了的哈，把它剁碎切细一点。水出来了呢。有个会做饭的老婆真的是幸福啊。我就说哎呀，有个鱼刺已经不错了，他还要炒个素的。这个菜买了好几天了，不知道不吃坏了。嗯，这么贵买的呢，3块多一斤。3块多一斤呢、啊、嗯，也不贵嘛。再倒水再清洗一下，因为比较咸，把盐分洗出来。再炒一个素菜就可以吃饭了啊！这个素菜很快很快的，你看都准备好了，一炒3分钟，辣椒、大蒜倒进去爆香，哎，把这个水分挤干喽。嗯，挤干，倒下去，炒。这应该叫芥菜。应该叫芥菜。不知道啊，我们一个地方讲话不一样哦，不知道。统称。青菜，我们四川叫青菜。嗯。哎，炒好了就一点点的，你看。嗯。水分都去掉了。哇，这个拌饭真的香得很嘞啊、哦。嗯。今天这个鱼呢，街上没买到菜啊、哦，所以说没有配菜、嗯，应该放点豆芽啊之类的啊，平菇啊放在里面，那就更好吃啊、哦嗯。素菜也好吃。今天买了好多菜，今天就吃那个纯鱼。你这不还有素菜吗？嗯，还有素菜啊。嗯，这素菜比鱼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这还有铜的。嗯，下面吃好爽口啊。嗯，又小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个今天呢赶了一天的路，然后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还是有大餐，这就是幸福，真的。好了，也累了一天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的点点赞赞啊、哦！好了，拜拜了，朋友们，拜拜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啊！嗯，哎，跟朋友们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观看啊！吃饭，吃饭，嗯，吃鱼，那，哇，这鱼片都煮老了，快，嗯，先夹到碗里面，嗯。